What?刀拿九一，塔顶顶起来伤害，只差一点点来得及，刚好杀掉。看完伤害的皮娜也顺利从塔下逃脱。对，刚才有个炮车兵被吃掉了，被布隆给吃掉了。那他们这波应该知道了，对，已经晚了。勾了一下，哇，漂亮的一波，直接塔下硬杀杀掉以后，两个人换扛，同时两个喷火墙，就他扫兵的速度太快，不吃吗？ 布隆要整过来吃吧。硬吃，然后再非队友上去，还是尽可能的把峡谷先锋吃下来才是关键。闪现一直，女枪其实不能干嘛，她就是原地放一个一技能折镜，再加红刀的话，不是完全不能打。对面过来了，这波对拼其实有点急哦。被盖子的交闪现，然后他现在实在是没有。布隆这波 WQ。 再背EQ一下，然后手主武器突然被换成了重力炮，弹药打完了，变成说他近战一点用都没有。完了，这波有点伤啊，下塔可能都要被推掉。哇，找了一个闪现逃避了一下女枪的，我觉得抢就是抢。哎，这个大还是倒不可以。 那这边就是瑞兹开车带进来，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嘛，就是当你给 Maple 拿 瑞兹这个英雄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要去做这种跑线的动作，标记的话可能不限手。虽然说换回了一个人头，熊熊的人头，但是后续是完全没得打。先不还亏了个闪，他闪过去被天被铁男拉回去，他现在大招还没好，他不敢过去，直接被女坦大招硬直了以后再直上来。 那应该是走不了了，虽然勾了一下，刷出了盾啊，没有用，最后一下还是被Kramer给点死了。感觉是想接的，要接还没有踢吗？踢了，踢了，踢了后面，已经就要打完了呀，小熊猫打完，哎呦，抢走了，皮娜把这个小熊猫给抢掉了，别的。其实这波不开上了塔，可能被敲到，要 TP 了，估计有没有合适的眼位TP，只能直接踢龙坑吧，哎，不踢了，踢了，有点慢呐，踢的有点慢啊。 不敢踢龙坑，有点难受。LNG这局的主动权应该是要直接卖一个女坦，女坦死前把大招给放了出来，皇子这个时候盖了上去，女枪大招感觉被逼到一个比较糟糕的位置，只好选择先放出来。现在双方的残局人数有点少，但 LNG 的哇，剑魔突然回了好大一口血，有机会再继续打下去，但是Q弹自己掉了，对。 铁男是成功的把二肥流士，我就说关洞里面其实二肥流士不太有机会打得过。其实铁男是把一个人是打掉了三个人啊。 啊，缴了一个闪现回避 Q 3之后，铁男再勾了一下 ，Colt 也是遭到 shutdown 这一波老干爹是遭到团灭下来的位置的话，女坦就直接大招，其实很轻松的。然后他们因为扫人一直不敢过去，然后妖精已经把 WR 打掉了，然后被打了一套，已经残血了，他已经没上次再次进场能力了，没错。然后女坦这时候已经只能被卖掉。你看 Kramer 其实是一直不敢进来的，然后他最后终于进来的时候被勾了一下，再被关没得打。 等到红枪打完，就是红枪 Q 技能打完之后，他就真的是被逼在角落砍死。然后铁男杀掉一个，他属性又加了一层，然后且叠出增幅的，在后排他一个人直接杀掉三个。没错。其实这把女枪刚才在他闪着位置还挺好的，他是进化，然后闪进化掉女坦的晕，然后闪现上去开了个大，还是把对面给分割开来了，让剑魔一个人做单了。 哇，直接撞掉了，好像伤害很高，伤害非常非常的好。老干爹的距离有点远，二分流士正在往那个位置赶皮娜过来了，皮娜现在没有地方可以挖洞，吸了不让他去整这个大龙。啊，这波机会抓的是很好 ，LNG 很果断，但是女枪好像位置有点差，后续的位置好像确实不够好。妖姬踏了一脚，打出了一波的 A O E 伤害，二分流士这边没有遭到压制，把人扫走。 哎，瑞兹的车开得漂亮 ，LNG 成功逃生。哎，这个上下路还被打残了。瑞兹开始开车，哎，被困到了。哇，交了一个闪现以后拉开了距离。不过技能还有机会打。对，队友还能打一打。对对对。蓝爹其实是要尝试正面的哦，妖姬踏进来。哎，布隆盾已经开掉了。
好，要抢了，抢了，抢了，硬抢没有成功，被熊熊给守了下来。那其实还可以，这位置我觉得铁男没有大。不到是两边硬 A， 还是乱，这边很果断，对，速度非常的快，老半天正在赶来支援，哇，速度真的是慢了 ，AD 到现在都没有到位，又要皮塔拿命进去硬抢，没有抢到，熊熊依旧守住了，而且挖掘机已经遭到了击杀，这个时候还有办法打吗？剑魔上来一顿输出，但是熊熊盖到了二费流斯，老干爹已经感觉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。剑魔这波也是很慢，剑因为妖姬跟他一起刚才是 TP 过来的，他还是没有过来，但是就妖姬已经 TP 过来了，剑魔还没有 TP， 因为这波已经最后一波了，我觉得怎么样都是第一时间要 TP 了。在集结的速度上面 ，LNG 两度大幅领先老干爹，也是奠定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局。最后回来的Colt 一个人是防守不了 LNG 四个人的进攻的，就算给你拿回一个人头都挡不住这一波的拆家，最终由盛强哥拿下这个人头 ACE 的同时呢，要宣告比赛的结束。 Maple 开了一个车子到后面庆祝一下，他说恭喜 LNG， 他们确实很果断，就经过第一把之后，他们第二把第三把都打的就是该开的时候他们就开，特别是打龙。在这里我们要恭喜 LNG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，也算是2020年春季赛开门红了。我们有请到的是 LNG 的打野熊熊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LNG 打野小熊。哎，其实熊熊今天首战告捷嘛，根据你们之前训练赛的一些成果来说，感觉今天这个结果算不算是自己意料之中的？就我感觉看发挥吧，就平时都是练的也是这些东西嘛。好，那你觉得今天发挥怎么样吧？就不是特别好。不是特别好，那原因是哪里呢？你觉得对自己哪里不太满意？就没操作好啊。就没有太抓好，没有操作好。对。啊，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第一局和第二局，除了 Maple 以外，你们其余四位选手的英雄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这么选择？是训练赛都是这么打的吗？就这是最好的体系？可能练这个练的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对面也给我们用。好，你觉得练这个练的比较多，那你觉得今天你们第一把没有打出来，但是第二把有把这个状态调整回来吗？肯定有，肯定有啊，不然也不会赢。啊，当时教练是怎么样去布置了你们这个？因为看到第一把其实你们不太敢去开，不太敢去打，但第二把的话节奏这些都快了很多。就第一把有很多机会没有抓住嘛，然后第二把第三把就放开了打嘛。同样的，我们还看到的是，在第一局和第三局，你们都放出了新英雄厄斐琉斯，但是这个英雄在韩服其实 BP 率是达到了100%的。为什么这么大胆敢把这个新英雄放出来？因为我们觉得 MF 可以打嘛，所以我们会放。好，觉得 MF 能打，你三局也是同样都选择了皇子去跟对面的打野进行一个抗衡。那你觉得今天 MF 和皇子这样一个配合有没有就是打出来呢？感觉皇子跟 MF 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地方吧，就很难有那种我压住然后 MF 能扫荡的机会。但其实今天整体看起来的话，你们都配合的还算是比较好，就打得比较整体性要强一点。那你觉得现在整个队伍的话磨合的怎么样了？还行吧。就还行吧，还有待改进，再能够精进一点，对吧？嗯。好的，那其实今天加入到 LNG 的第一场比赛呢，也是跟对面我们打野小花生对决，今天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你们俩之间的交手。那想问问今天跟小花生的交手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吧。就还可以。那你觉得他的风格跟之前你了解到的有什么不同，有什么变化吗？来到 LPL 之后感觉他现在就没有那么凶了，就现在可能稍微柔和一点吗？对对。所以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应对他呢？就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就发育啊。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就发育。看到我们在第二局的时候，你跟盛香哥想要配合去收掉对面的鳄鱼，但是差那么一点点，当时会觉得很可惜吗？
还好吧，那波主要我没有说，因为集中操作去了嘛，就没有第一时间跟摄像哥说嘛，不然那波也能杀。啊，你也没有跟他交流，然后他也没有猜到你。对。啊，那其实可以看到，在第二局的时候，你们扭转局面是上路的一波二塔的这个 Maple 的操作睡到人之后，大家集体开团。当时那一波是怎么样去进行的？是谁来指挥的呢？就那波的话，就是 Maple 说看他睡一下，然后睡到了就能打，就大家都觉得可以打嘛，就打了。啊。非常的会抓时机，那所以现在整个队内是谁说了算呢？因为之前解说有说到嘛，感觉现在是熊熊和盛强哥两个人话语权会比较多一点。就后面的话，盛强哥会做的比较多一点，就前面的话，可能我说的多一点。好的，就是大家就是五个人互相磨合配合，对吧？对。OK， 也感谢熊熊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。